多了呢。他们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试试咋的呀？啊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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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寒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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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上了，没有家的你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妈傻！王哥，你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这个不敢见面就行。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啥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